十一份都在这儿了，都在这儿呢。没有，居然一份都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是不是还觉得我很失败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丢一次人还不够，还要继续丢人？可我难道就想这样吗？ 那到老师，我们就开始了。这里呢是十一份检测样本，我用英文字母已经把它们标注好了。我想把这些 DNA 跟孩子做一下亲子鉴定。这11个，您确定都要做？确定。你看啊，这个 A， 他原来是我老婆的同事，以前呢经常讲朋友笑话，当着我老婆的面也毫不忌讳。有一次，我居然看见他们两个同喝一杯水，还有这个 B， 他是我的麻将搭子。 他每次来我这打麻将，只要我老婆一走，他打几把就找个理由就走了。还有这个 C， 他是我的邻居，本来没什么异样，但是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长得跟兄弟俩似的，这个我就得怀疑怀疑了。还有这个 D， 好了，刘总，我知道了。不过有些人的检材如果没有可用细胞，那鉴定是出不来的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继续采集，只要不打草惊蛇的话，这些人已经跟我处成朋友了。哎呦，刘总。 那您可真是厉害！我就想知道一个真相，因为我太了解我老婆了。就算我跟她摊牌离婚，她也还是不会告诉我孩子她爸是谁。阿姨姐，您把东西收一下，您跟阿姨姐去办手续。哎，哎，刘总，我们这就请。 诺信要开分所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也听说了？这没道理啊！哎，他们诺信不是有不少单都跑到我们安和来了吗？这还能开分所？说的就是啊！你说上次毕佳怡那个事儿之后，多大影响力啊？咱们安和不仅怒刷了一波存在感，而且现在来咱们这儿的那都点名要找董主任。那刘总他不就是吗？就这个状况。 他们诺信，他马丽娟，还有什么号召力？哎呦，还开分所，赚得着钱？你说，这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打肿脸充胖子？哎，不管了，他们亏了跟我们没关系，最好他们亏钱。对，你今天不来找我，我也想跟你说，我仔细的思考过了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 不光是你的年纪比我小，还有你考虑事情非常的不成熟。即使我们勉强的在一起，也没有什么未来的。对不起。太惨了吧！不行。喂。 没事啊，那你跑你的呗。我跑完了，你是不是真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你来公园吧。不，我没事儿，一点事儿没有。哎，你放心，哎，拜拜。这么蠢吗？十一份都在这儿了。都在这儿呢。 没有，居然一份都没有。
怎么可能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？是不是觉得我很可笑？丢一次人还不够，还要继续丢人？可能就想这样吗？刘总，您别激动啊，咱们有话好好说啊。我相信这个事儿我们是可以解决的。刘总，这个事情没什么好丢人的。我们鉴定中心做了这么多年，比这奇葩的事情见多了。而且您看，您每次来都买同一款咖啡，说明您是一个认定了一个事情会非常专一和坚持的人，这一点跟我们中心的理念非常一致。所以只要你有需求，我们会一直做下去。都说你们中心专业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客气。请您相信我们的专业性，您看后续的事情我们会继续跟进的，好吧？来，这边请。是专一呢，还是偏执呢？是工作。哎，刚刚送走刘总的时候，他说他又有信心了，他这回又找出几个怀疑对象，估计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过两天他还来啊？还来啊？服了。哟，这居然还有你看了不想八卦的案例啊！这看来你对狗血剧情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哼，不错，有职业性了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董老师，可能要麻烦你们跑一趟了。我是老毛病犯了，医生建议我休养，所以我搬到山里别墅来了，有点远，你们得开车过来了。行，那我安排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再见。再见。艾姐呢？他说这两天孩子有点事儿，请假了。怎么？刘总说他身体不舒服，在山上的别墅养病，让我们过去拿一下检材。行，那我去呗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还没有鉴定人资格，我去吧。哎，其实我们可以一起去的。我们是去工作，又不是去郊游。我收拾一下资料。喂，艾妈，怎么了？啊，你到镇西了？我现在在忙，要不我给你叫个车呗？放心，进去，我想取个检材，没关系。嗯，好，行。艾妈，那你等我一下啊，我马上过去，你再等一会儿啊。好，拜拜。那我跟我妈先会合，然后。完了，你给我发位置。好。开慢一点啊！我先接我妈。拜拜拜拜。